哦，打人嘞，辛苦辛苦。金矿不足 ，cost。金矿不够用了，你得多挖点矿。需要更多王虫来照顾虫虫，王虫不够，孵化更多的王虫。金矿不够了，金矿。在这游戏行不通，其实练随机不太准，对，练随机你是有优势的，练不太到，他们每一场都有优势，除非你开场你随机到什么的，你就跟对方说你是什么的，那家伙你就练到了，啊，你今天随机人家都不知道你什么组，那优势太大了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不可能啦，我的人类跟你的虫族应该是没得打，因为我人类打脑膜也很辛苦。不够用了，你得多。而且你的虫打人不是你最会的对抗吗？我应该打不赢你。后虫孵化完成，金矿不够了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金矿不足 ，Cost Down 在这游戏行不通。你的部队在和敌人作战，你没有后虫诞生，这就是人族啊！虫胎和幼虫，你选哪一个？金矿部队开始交战。能量，王虫不够。梦里曾经多少夜。工虫受虐，不能治愈。操你妈的！工虫都后虫孵化完成。金矿必须把它放在紫色的虫胎上。能量不够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能量不足，你都不用生王虫。不能在这里变成建筑，需要更多王虫来照顾虫虫。能量不够，金矿不足 ，Cost Down 在进化完成。金矿不够了，不够用了，你得多。工虫眉头一皱，发现不能在这里突变成建筑。哇，我是有点亏啊！瑞斯说要绕蟑螂，要从旁边过去，要走上面过去。没有足够的金矿，能量不足，
你的工虫能量不够，操你老师的！高明瓦斯，请降低开销。部队开始交战。金矿不足 ，Cost Down 在这游戏行不通。敌人在你的基地捣乱。你的部队在和敌人作战，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。哇，太猛了吧！你的部队在和敌人作战。Grace 说的是真的耶。交战，部队开始交战，你的部队在和敌人作战。干，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没优势啊？应该有吧，那农民都快死光了。后虫诞生了，虫胎和幼虫，你选哪一个？金矿耗尽了，你的工兵哭啊！加爆！后虫孵化。和幼虫，你选哪一个？后虫孵化，部队开始交战。哇！我如果今这礼拜三没有跟瑞士一起播 G 的时候，这把应该就要出来。耗尽，后虫诞生了，虫胎和幼虫，你选哪一？需要更多王虫来照顾虫。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，那东西没办法在这里突变成建筑，孵化更多王虫。所以你们看，老师在讲，我有没有在听？有在听嘛？瓦斯不能量不够，魔洞逃了。高能瓦斯不足，金矿就像你的年终奖，能量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
你的部队在河马一人作战多少夜，攻城受虐难再见。看你的右上角，瓦斯太少了。看你这个飞弹车打停飞弹吗？GG， 哇，好强哦！这就是虫族吗？这才是尖山而已。